种同辈压力感到焦虑，然后或者会陷入这种质疑自己的恶性循环。那对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法吗？就是我来说一下，就是之前可能我也提到过，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我是就是作息比较颠倒，然后可能上课也没有特别认真的这种，然后但是最近吧，我可能觉得自己还是要做出一些改变，就比如说像上课这个问题，其实网课它跟平时的上课，虽然形式上不同，但是在内容上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的。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形式上给自己一些约束呢？比如说，我们反正都是这么长时间的课程，那我当天的课程我就当天尽量把它上完。那这就是一个小小的约束，能够帮助你去，就是重新回到一个课堂的这么一种学习状态。然后包括，如果是自习的话。可能我平时说我平时会去图书馆学习，但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图书馆，我在寝室效率比较低下，那我是不是可以跟室友或者是跟其他同学一起，然后就是约定一个自习的时间，或者是像我们院系也开了一个种树打卡的活动，那通过这些方式，然后也是有一定的约束性吧，然后就是能够帮助你去重新回到一个学习的正轨。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就是每天的学习的话，我可能比较偷懒的方法是我订阅了一个学习网站，然后他每天会给我发一封邮件到学友里面去，然后这样子我每天早上醒来，我就想到，我打开电脑是有事情做，就他起码就是给了我一个助跑。那之后我可能完成了这个很短的一个，可能10几20分钟就看完了的一个课之后，我要学些什么呢？就是之后的事情，但起码就是他给了我一个开始做事情的一个动力，也有点仪式感在吧。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技巧。好，此外，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当时想的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一时间的这个效率比较低，然后不能集中注意力，然后可能就会往逐渐，恶化的程度去想，其实就会比较符合像我们所说这种，认知上的一些谬误在。然后，比如说这个就很典型的是一个比较灾难化的一种谬误，就是只要我现在状态不太好，效率不太好，然后我发现我周围的人在学习，然后我现在在摸鱼，然后就会恶化的想，我太烂了，我效率很低，我学习成绩太不好了，然后我可能会被退学等等等等，或者说我以后的竞争就竞争不过别人，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逻辑谬误，就会比较灾难化的逻辑去想。那当我们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比如说，你发现现在是学习效率不好，或者说是注意力不好，那我们就事论事，就是我就只是现在这段时间注意力不太集中，只是这一段时间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让我分心的事情比较多，然后会就仅此而已。后面的部分其实理论上说，我们其实就觉得不太合理了。但是很多人控制不住自己，会往那个方向去想，会往灾难化的这个谬误的思路去想，那这个事情它可能会在情绪上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的作用，所以可能我们可以就是注意一下，就是很多事情可以不一定就是就事论事，不一定要往更加糟心的这个角度去看，这样子。大家还有什么别的想法？我发现就是陆畅学姐讲到的，就是她刚刚提到那个就是谬误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可能我就是那种人，就我会习惯性的把自己可能当时的一些做的不太好的地方，然后就一直往后延伸，然后就想着我之后也会这样，然后那我是不是就什么就前途无望，然后各种之类的就想特别特别严重，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处理这种有一个方法，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正向反馈吧。就是可能，假如我每天列好自己的计划之后，我可能第一天我并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完成，但是我会，就是给自己一些正向的鼓励。就比如说，今天你完成了这个，然后怎么怎么样，你已经很不错了。然后或许就是明天你可以再努力一点。然后这样的话，我感觉自己也会做起来又会更加有动力一点。就是。
也比较有效的，就是改善自己这种负面的情绪吧。嗯，你说的这个其实行为疗法里面也有写到，但是其实是就是一项很重要的技巧，就是叫做这种奖赏列表清单，或者叫做这种成就感清单。你每次完成一件你觉得还不错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把它记下来，然后这样就是为了让有一些人他可能注意不到说其实他。那有些人可能他会注意生活中很负面的地方，他没完成的事情。那你列了这个清单之后，他会有意识的去，偏正，就是纠正偏误他以前那些负面化的一个思维，或者是负面化的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就这个方法非常好。大家还有别的小技巧吗？哦，可能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吧，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规定的事情做完，然后就劳逸结合吧，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我感觉我是有用到之前陆畅学姐提到那个，就是给自己的学习增加一些仪式感。我也是每天睡前会把一本书先摊开放在桌子上，或者打开我的 Kindle 翻到我要看的专业书那一面，然后第二天起床吃完早餐之后一坐下就可以马上投入到里面去。就本身在寝室是一种比较。没有外界的监督的情况，就是，可能在我们寝室是这种情况，大家还是比较独立的，就是有各自的空间。然后我是一个比较需要借助他智力量来帮助我，就是专心学习的人。然后有时候会有一种，很难投入进去，就是感觉万事开头难，就是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难开头的事情。那我就要用一些，小小的仪式感，或者是。一些强制的方式，让自己马上投入到这个过程当中去。好的，那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分享。那我们就先进入下一个话题吧。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在提问箱里收到过挺多次的，然后就是关于住在校外的同学，然后比如说是独居的一些专硕的同学啊，他们会提出自己就是除了学业之外，可能还需要面临抢菜等一系列的问题，然后这种可能会使他们的情绪的波动比较大，然后。进而，因为情绪的波动会影响到学业等各个方面，然后想看看大家对于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就是其实住在校外的同学，如果是研究生的话，就是之前学校有发起过"准封闭下面对研究生的导师关爱行动"，就是如果有困难的话，可以开口向导师或者是辅导员说明自己的情况。然后我自己比较印象比较深的一点的话，可能就是之前不是。我们42号楼的同学，然后出现了就是核酸检测出现了异常，然后42号楼的同学就转阴到无锡的时候，然后实验课上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就直接说，如果大家心情不好或者是没有准备好的时候，那就可以推迟实验报告的 free，然后同时，就是我们自己的寝室导师也有在群里面就问我们自己的生活情况，所以我觉得如果有问题的话，跟导师或者辅导员的沟通是比较好的。然后其次的话，就可能情绪低落的话，可以多和朋友或者是家人打一通电话。因为就和家人或者是朋友聊一些就有的没的，或者是聊一些自己的烦恼，其实对情绪的，就是情绪的疏解，我觉得还是很有效的。然后可能就像，刚才路上学姐和尹山说的那样，就是让自己的，因为住在校外嘛，然后他天天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可能感觉每一天过起来都是重复的。
就是这样的话，可以在每一天给自己设立一些具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比如说，午后一杯精致的下午茶，或者是每次睡前的内心的自我总结之类的。就像，小王子这本书中的狐狸说过，仪式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仪式感的话，会让自己在校外的生活不再那么的，就感觉就不再是把一天重复好多遍，而是过了好多个不同的一天。而身处在校外的话，我觉得确实可能，遇到的麻烦跟问题是多面向的。然后面对这种情况，那我可能想到比较好的办法就是，你把你当前的问题，就是列举出来，就是到底它是一个，就是看在眼前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嘛，你把这个困难拆解拆解，看看到底是哪部分。因为有些人会说，就是我缺少这个物资了，那你就仔细想想，你一定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可能你暂时可以先放弃，比如说可乐，目前可以暂时放弃。然后，但是比如说肉蛋奶，我现在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再看看可不可以和邻居之间达成一定的默契跟合作呀什么的。因为其实这段时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是从邻居当中受到了很多的这种，这个很温暖的这种影响跟很正能量的一些那个什么。就是以前可能就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其实不太会关心这个项彪说的那个周围，就是你周围的这个边界，你的邻里之间的这些东西了。这个互联网直接打通了一个很大的范围和每一个个体。但是这一次疫情，其实对我来说就能感受到，就是人在困难的时候，你身边的这些人其实还是非常之重要的。人际关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看上去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要重要。哦，我看到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封校期间和室友相处遇到矛盾，然后因为这个矛盾呢，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情绪。那像这个问题，其实也 Tape 有很多人提到，我也不知道大家当时是怎么回答的，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室友问题的话，可能我回答的比较少，但是我可以就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来，做一些陈述吧。就是我觉得很多室友之间的摩擦都是一些非常小的事情，然后可能是因为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可能会有这个互相打扰啊这样一些情况，但是其实这些小事情通过沟通都是可以，就是达到一些。就是达到这种和解的，就不是说，要去，自己身边的人还要去积累这种怨气，然后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本来我们封校的时候就大家都被迫都住在一起，那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去好好去沟通的话，那很多矛盾就会慢慢的去积累，那长期以来就是室友关系恶化，其实也并不利于你自己在封校期间的一个生活。我觉得就是书画刚刚说的那个，还就是挺有道理的。特别是说，就是，其实很多的问题可能只是一些小问题，但是就是因为，没有沟通，然后会就是，也像情绪一样吧，就是不断积累，然后反而就是最后会，就是可能到一个没有办法调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确实，我们如果说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及时的去沟通，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就如果说你觉得当面说会，比较尴尬的话，就是或许可以尝试，比如说通过微信啊，或者是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交流，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就是避免一些你不敢开口的情况吧。而且就是我自己的体验，就是我感觉在我们这个封校，然后在家封楼的这10多天，然后30多天里面，就是我们。
4个同学，就是我们室友间其实是相处的，就是越来越融洽的，因为大家每天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室友生活在一起嘛，然后就是一起分享的一些事情啊，然后讨论的事情，其实比之前反而是多很多的，然后我感觉反而是我们的关系吧，变得更加的紧密和密切了。那我觉得说明雨露你们寝室4个人情商都很高，然后正好还有很合拍，所以可以越来越融洽，这其实是挺让人欣喜的事儿吧。然后我应该是回答过这个类似的问题的，当时我也想了一会儿，然后我好像基本上的意思是说，就是如何与和自己性情不同、是个三观不太一致的人去打交道这件事儿。不是说你现在可以逃，现在逃得过，未来就一定永远可以逃得过的一个问题。也大概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可以去磨练自己，去体验这件事情，也许可能会为未来走向社会打一个经验，或者是可以为未来提取一点点的智慧。那总归说这件事情，我的理解是这件事情是逃不掉的，就是该认真沟通，该真诚的去沟通，这件事情还是要有的。我大概当时应该是这么回答的。是我有一个同学吧，他一开始跟他的室友相处也不是特别的好，主要是他每天晚上很早睡，差不多11点多就睡了，然后这是他的习惯。但是他的室友的话，就两个室友是同一个高中的，然后晚上就熬夜打游戏，然后也吵到他了，然后他有跟室友沟通过，虽然室友就是可能控制了一下，但是他是一个睡眠比较敏感的人，就是虽然说了，室友也改进了，但是可能对他的睡眠的帮助并不是特别的大。然后他一开始也很烦恼，但是后来的话，他就觉得可能就忍一下，或者是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让自己晚一点睡。但是，他的室友就是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就让他感觉很不舒服。但是，可能这一方面他室友让他感觉不舒服，但是另一方面，比如说有一次他过敏的时候，就是身上过敏的时候，他的室友都对他非常的关心，然后帮他联系辅导员、联系医院之类的，就可能有一些摩擦是比较正常的。就我觉得可能是首先沟通吧，如果沟通，就是沟通之后对方改了，但是自己还是不适应的话，那可能就是自己再想想办法，努力去适应一下。毕竟，不能说一开始就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一开始三观就多么多么的契合，或者是生活习惯都多么多么的契合。你谈恋爱还需要磨合呢，你找室友，那你更需要磨合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这还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吧。而且这次的疫情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把大家都关在寝室里面，就有什么话你必须要敞开了说，你如果憋在心里面的话，肯定自己或者是别人也是不舒服的。其实我们寝室的关系跟雨露寝室还挺像的，就是大家都挺融洽的，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些比较局域的情况，所以我代入了一下，就假如我们几个人出现了一些，想对对方说心里话，但是又不好开口，我觉得我们是会比较借助一些手段吧，一些比较特别的方式，比如可以在寝室里搞一个像我们的体温箱一样。用一个匿名提问箱，或者是大家寝室内互相写信之类的，我是觉得需要借助一些特别的方式来帮大家更加不那么尴尬的去沟通，因为很多时候，直接跟对方讲的话可能会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那如果把它转化成文字，或者是用别的方式就可以
就是感觉沟通起来会比较好，然后也不会引发更大的矛盾之类的。好，那我们，就是现在其实已经封校30多天了嘛。那我们其实未来究竟要封多久呢？大家也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其实就是非常强烈的一个不确定性，可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种情绪上的呀、生理上的一些困扰。那可能我们可以想一想，那对于未来的生活，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度过未来的一些封校的时间，以及解封之后如何直面这种生活呢？你没有想象过，或者是有什么建议吗？哦，可能解封之后，我觉得最要紧的是期中考试吧。这期中考试都延迟了，你如果解封的时候，在疫情期间没有好好的学，或者是解封了突然一下子，告诉你要期中考试，然后你可能复习来不及，就是你可能在还在封闭的时候，把前面就是落下来的功课给补一补。像你这么说，就会让一些平时摸鱼的同学感觉到 peer pressure。这也是给他们一个提醒，就让他们知道有那 这你给他种们一个可提能醒。性。就其实也谢就谢。是说，我们现在如何就是说，想象如果有一天解封了，然后有没有真正的做好准备，有没有给自己充足好电，这就是刚才王宇翔说的那个问题。就你要可能会面临考试，有些人可能要面临毕业求职等等这些，你究竟在这段时间之内有没有稍微做一做一些准备，然后稍微让自己到时候不会太措手不及的面对未来的生活，是吧？刚才是谁？是输液要说吗？哦，对，哦，我觉得可能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解封之后，要突然就自由了的那种感觉，可能需要也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已经，甚至已经慢慢的习惯这种被关在寝室里面的生活，但是一旦解封了之后，那你比如说你要怎么安排你的时间，然后你有积压了很多事情要去做。然后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可能还是要就是稍微安排一下，不然的话，可能你突然就是那段时间解封了之后，你也不知道你应该干什么。就是现在你可以先去想一想，我解封之后我可以干哪些事情，然后就是把它排一个序啊，怎么样的，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就是。是的，是的，我觉得你淑华说的很好，就是我觉得，就是本身疫情这件事情，从客观上说，它就是给我们一个对于生活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挑战和一个锻炼。但其实从这个角度看，疫情就并不是个新鲜事物了，因为生活不确定的东西太多了，那学业问题，然后像社会上讨论的，比如说。中年危机的问题，甚至说家庭成员可能会突发疾病，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增加生活的不确定性。疫情可能是其中一个影响范围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是吧？那像我最近我喜欢读小说嘛，然后我最近读到那个杨本芬奶奶，她大概80岁开始写作，然后她写的像《秋园芳》《秋园浮木》《我本芬芳》这几本书，讲的是她以前的经历，还有她母亲。这个一生的经历，还有包括最近也很火的一个书叫《他来自马里乌波尔》，讲的是这个作者他家族曾经在这个二战时候前前后后经历的所有这一切的事情。就你就感觉到，其实人生就是在强烈的这种不确定性当中一波又一波又一波的经过的。所以，这种体验其实应该是一种人生的常态。可以这样的去理解啊，虽然肯定很痛苦，但是它确实是一种人生的常态。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想对未来的一种体验吗？我感觉就是对我来说，其实因为这次疫情是挺突然的，我觉得它给我最大的一些启示也好，或者是说未来我该怎么做也好，其实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把握当下吧。因为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我们封校可能只要封14天吧，我以为就可以结束了。我想着，
就是今年还可以去国森公园看个樱花，或者是就是美好的过一个春天吧。然后就是到现在就发现，其实可能，樱花也没了。然后等我们可以出去，春天也过去了。就是很多你想干的事情，就是不应该只放在脑子里，就是我下次去做吧，因为你不知道下次就是你就能不能去做了，就是。当时当刻那个时间点，有些时候就是想到了就去做吧，就是，也没必要太纠结，然后，就是这样。那我再补充一点点了，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疫情带来不确定性的一个提问，是一个同学他写到说他母亲因为得癌症去世了，但是他又封在学校，他不能出去，然后同时他当时又看到了一些新闻，比如说这个俄乌战争，还有像这个东航失事的这些事情，他就特别的强烈的应激，然后那时候特别痛苦，然后他就是想，他给我们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然后我当时看到他写完那个东西，我自己就已经不太好了，然后我就放下了之后，冷静了一晚上，然后我消化了消化，然后突然想到我那段时间在看那个，在看一个叫《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是讨论死亡这个问题，然后我突然一下灵光一现，就在想这三件事情其实都是在说死亡，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同学来说，他就是突然强烈的直面死亡这件事情带来的冲突跟痛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个书里面的理解，就是说他是把人们从日常生活震出来的一个体验，然后可以让我们从一种日常模式转化到一种本体模式。那这个转化其实就会让我们，就相当于疫情卷土重来，我们才意识到平凡生活是很不容易的，是很罕见的东西，是很珍贵的，也很脆弱的。又卡了，又卡了。又卡了是吗？好的。哦，现在好了，现在好。那好吧。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呀？哦，就直接接着说了。刚才那个，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那个同学的问题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其实是因为他让我们所有人都直面了死亡这件事情的意义。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反思，就是说，你真正遇到了疫情，你才意识到原来平时的生活是很脆弱的，然后又很平凡的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当亲人离去的时候，我们极端的去面对死，直面，就很极端的直面死亡，然后才意识到说。我们很害怕死亡，很担心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会担心我们从没有真正的活过。我们其实怀疑的是自己此刻的这个生活状态。所以，其实这个经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提醒，就是说如何更好的珍惜生活，然后如何更好的去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然后以及成就自我等等等等这一切，这个就太泛泛了。这个可能每个人都是见仁见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期待的。就是面对这个疫情，面对疫情之后的生活。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大家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或者说是我们看看，就是平台上有没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儿 tape 提问箱一下，这样。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弹幕的方式向小唐人提问。有一个小伙伴问如何让心情稍微好一点，两位小唐人可以来回答一下吗？这个我可以分享一点，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开心一点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回想一下你上一次开心是在什么时候，然后你可以就是记录一下，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能够让自己开心，然后就直接去做就可以了，就是不用想那么多，然后那个能够
稍微的脱离这种焦虑一段时间，去专注的去做一件你觉得，会让你学的比较开心的事情。比如说，那就算我们现在被关在房间里，我们现在可以走到阳台或者走到窗边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然后或者说，可以给自己，让自己看一本书，然后呢，做一点读书笔记，就这种非常小的事情，就是能够专注的去做下来，做那么十几二十分钟的样子。就可以很好的去调节自己的心情。这里还有一个朋友问，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过生日的话，该送什么礼物？这个问题是不是稍稍有些偏题？首先，我们要就是恭喜他有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然后我们再帮他出主意讨这个礼物的问题。我觉得就是送礼物的话，可以就是根据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需求吧，就是他可能在就是和你提过，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喜欢的东西，或者是他需要就是不是那种刚需，但是可能一直没有买的东西，然后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惊喜，然后送给他，或者是比如说一些情侣款的礼物，就是什么。衣服呀，然后或者是什么手链啊，就这种，七七八八的这种情侣款，我觉得应该收到都会挺开心的。我是觉得就是不管你送什么礼物，其实心意是最重要的。就是只要对方能感受到你是在认真为他准备礼物，然后，不管说就是你送的礼物到底是不是他需要的，或者是，有没有戳中他那个点，但是他都会很高兴，然后很感动的。我是这么觉得的。我看弹幕区都要小哥哥回答，哦，这个问题回答不了，超出了能力范围。那我们就进入最后一个问题。有一个朋友问，午休睡醒 emo 怎么缓解？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的话，是分两个方面。就如果说，像我自己是，如果我睡起来，然后可能我觉得没有睡到我比较理想的时间点，我就会有一种那种短暂性的 emo。但这种的话，我是就是我让自己安静的待一会儿，或者是我转移一下注意力去看一点视频，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让我心情就是静下来很多，然后就是可以很好的缓解。然后如果说是不是因为这种，就是生理上的那个导致你 emo，比如说是可能你睡之前就有一些事情已经在困扰你了，然后你睡醒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然后你又觉得很 emo 的话，或许就是就主要是要就是。聚焦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然后那这个的话就是就有很多种可能啦，就比如说你可以向朋友求助，或者是进行一些倾诉，然后你也可以来找我们小糖人聊天，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的。那谢谢我们的小糖人，今天Tip 提问箱里收到的问题不少，都是大家的共同的心声。小糖人们给大家提出的小 Tips 也都非常的实用，相信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也一定都受益匪浅。虽然目前我们面临诸多挑战，但是只要坚持下去，胜利，相信胜利一定会到来，而这段时光也一定会成为一段难忘的回忆。好啦，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啦，谢谢各位小伙伴们的支持，大家再见，拜拜。拜拜。拜拜。